迷踪混元双锤，系师祖迷踪拳大师王超轩传自家父，家父刘遁起先生传于我。他的特点：招大势圆，注重实战，凶狠暴烈，威猛连贯，动如波涛，静如山岳，不稳生活，复杂多变，一只动，百只灵，刚猛快速，锤无遮拦。其技法有：劈、栽、撩、豁、挂、灌、雷、拥、倒、胯、扫、摆、滚、接、砸等技法。迷踪混元双锤，共分六段，下面进行第一段的讲解与演练。先预备式，双脚并不站立，双手各握一锤，置于体两侧，目视正前方。下面讲解第一段。第一段第一式，观敌料阵。双脚并不站立，双手各握一锤，平行前举，双锤面向上，双手臂微弯曲，目视左锤，精神要饱满。第二式，罗汉显身，接上式，右脚向前上半步，双锤后摆，左脚小脚并步，双腿直立，同时双锤经上，迅速下按于体两侧，头向左摆，目视左前方。再做一遍，后摆，下按于并步甩头，同时完成。下一动作，罗汉砸顶，接上式，身体向左转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左腿屈前弓，右腿蹬直成左弓步，同时左锤经前，踝体后，右锤经上，
向前劈锤。再做一遍，左转劈锤，木石右锤，要力达锤顶。技法：敌持械攻我中下发，我左锤下扎敌械，右锤上扎敌头部。再重新演示一遍，元霸关三接上式，遵上提，身体向右转，双锤一次前劈，上体稍左转，左腿屈上提呈右独立式，同时左锤回收于右肩侧，右锤向上顶，头向左摆，目视左前方。再重新做一遍，转体一锤一次前劈，迅速回车，上量锤与提膝式要同时完成，头向左摆。他的技法：敌由背后攻我中盘，我速转体以右锤外砸敌械，左锤劈敌肩颈部。再重新做一遍，下一动作左抛挂锤接上式，身体向左转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左腿屈膝，左锤向前劈，右锤举头上方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屈前弓呈右弓步，同时左锤扫于体后，右腿经上向前劈锤，目视左锤。此要注意的是，上步要快，一二劈锤要狠，后挂锤要快，目视右锤，精神要饱满。他的技法：敌持械攻我中上盘，我持左锤外挂低械，右脚迅速上步砸低上盘，上步要迅速。再重新做一遍，下一动作右抛挂锤接上式，蹲上提，右腿微屈，同时右锤于踢左侧力饶一周，挂于体前，左锤摆于头上方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左腿屈于前弓呈左弓步，同时右锤后挂，左锤钉上向前下砸锤，力达锤面，砸锤要快要狠，后挂锤要迅速。再做一遍，技法：敌持械攻我中上盘，我持右锤外挂敌械，迅速上步劈敌肩颈部。重新演示一遍。